版提前解禁了，提前解锁，普通版要到17号才能玩到。豪华版比普通版提前3天，可以先享受到这个游戏的乐趣了。左边是宝利达，右边是阿普玛，这是拳皇15，拳皇15，今天是全球啊第一天可以正式游戏拳皇15发售了。首发是选择了 King 啊，也是所谓的穷。阿普玛首发依然是选择了玛丽。电棍连连又开始拿出电棍，板边 J 升龙21连，阿达现在危险了。跳低压制，对方回身之弱解决了这个雀反。注意挂个牌子不难吧？啊，哈哈，六斗。啊，左边是阿库玛，右边是宝利达啊。写错写错了。我们看看，左边是阿库玛的伊斯拉，右边是宝利达的玛丽。玛丽现在是掌握场上的接手了。都是游神没牌子的。谢谢青竹微风的灯牌点亮。那么咱们来看一下对局阿库玛的中间伊斯拉，他腿上是这是个刺青啊。好，这阿达真是要一挑三了。阿库玛最后一个人了，特瑞博加德。啊，打火焰冲拳打完之后可以追加啊，这跟之前不太一样。又是一个 EX 的回旋踢。新加射是宝利达的中间，咱们来看看三气加射对战三气特瑞。阿库玛的手里大将特瑞，哇，对着中间，但是打人不疼啊，发现没有，打人不疼，打人没有特瑞打得疼。他们两个感觉加射更壮一点吧。又是一个飞踢，哦靠，这个雀反打的，好、啊，哎呀，阿达又挨揍了，对面还有一个顶点超必杀技，打不死吧，打不死吧，哎呀，六哥的血量，六哥半的伤害，真的疼啊，阿达的七下车没顶住啊。特瑞的伤害打得真的是太狠了，我估计要是被削弱了，特瑞啊打得太疼了。第一版更新我估计先要削弱的就是特瑞了，一套六根血啊，太夸张了，五根血吧还说得过去。恭喜宝利达拿下了阿库玛一臂。